第三课，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Lesson 3. 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. 课文一，在房间。Text 1. In the room. 这块手表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，是我爸爸的。多少钱买的？3000多块。课文二，在家里。Text 2. At home. 这是今天早上的报纸吗？不是，是昨天的。你听，是不是送报纸的来了？我看一下。不是，是送牛奶的。课文三，在家里。Text 3. At home.这是谁的房间？这是我和我丈夫的。旁边那个小的房间是我女儿的。你女儿的房间真漂亮，都是粉色的。是啊，粉色是我女儿最喜欢的颜色。课文四，在办公室。Text 4. In the office.你看见我的杯子了吗？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给你。